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进我们所有全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人来到了这边是位于大概南投市区，嗯，然后来这边附近稍微巡一下看一下，嗯，那我们来这场看有什么好打的吧。好，我们先试一下这一台吧，巨无霸，哎，甩服感觉还行，有点快啊，会吗？我觉得还 OK 啊，这样还 OK 啊。只是他的东西要想办法把它打乱一点，感觉好像没一二放，哎，放哎，嗯，放呢，插到底，哎呦，一二歪掉，哎呦，他没有下线长度，他下线长度可以插到完全到底，勾出来。嗯，但是他其他那两个都动不了啊，插进去了。嗯，我看能不能把这一盒甩过来。会宕机哦。应该不会，不会吧？它是慢的，可以带得过来。嗯。不会。我以为它不会贴到那边就不会宕了，就没想到贴到那一盒宕。一圈呢、啊，感觉是一圈呢、啊。好傻眼嘞、欸！啊，半圈，半圈，尴尬。来哦，一二射，射。哎、欸，来了。上面停的有点久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至少挡起来了。奥蕾，一二丢，丢不出来。还有躺着，他躺着可以大外丢，给他包到底就好。卡一下，哎呀，完了！怎么这样？刚刚我看到他那个角度就觉得啊，完了！怎么这样？因为他刚刚卡了，我觉得角度那个是外射的角度，但是他太靠近我这里了。哇，各种荡来了！喂、欸，一楼能不能？踢得过来吗？感觉好像有一点快过。哇，好、啊，那就补位吧。既然下去就算了，没差。勾。插到了，卡爪。哎呦。差点卡爪哎、欸，可惜了。哇，怎么办？这角度，要么甩下面，要么甩过去是后旁，让它直接放。丢。对点，对点，一直对对对对后旁。后旁。快了，快了，还打呢。可是我很怕会掉这个洞。哦。还是后旁比较稳。后旁，过来一点。后旁，过来一点。哇、哦，超大声！哦，这一盒，哦，粉红色的哦。哦。这一盒有点厉害。可是我们接下来我要拼外丢的话，我觉得只有轻的能够拼到外丢。但这个有点太大，应该有点重量。那脱钩呢？有。自己长洞口。对啊，按这样子，这角度没解啊。后旁，哎呀，停太久了吧？没有，他刚刚有点卡住。哇，二手，一盒就好。没关系，我刚才可以再稍微试一下，因为他的东西我们都把它挡好了。其实挡好的话可以稍微试一下。一，哦，这一盒重，那一盒真的重，他在正门应该可以跟他拼脱。哎、欸，你看这样才对嘛，会放掉。有的都嘛抓死死，能不能只要吃直接吃到这一盒？吃不到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他来了。这一盒可以外丢，可是跑到这里来。丢错边的啦。一开场想说就要出了，就要出货了。有线，有没有咬？它是咬住的状态啊，松了。
后旁。可惜，我先把东西带过去啊，上。哎、欸，好，这个会直接大外丢哦。一、二、秀。那我。哇，没了，那只能拼这个了。拼这个后旁。后旁。过。这个后旁。后旁。过。后旁下放、啊。完美。OK， 又再出一盒。终于舒服了吧？看能不能把这个也出掉。嘿，嘿，这盒在正门了。它怎么凹成这样？嗯呐、啊，这一盒，因为它有缩那个膜。嘿，嘿。它的球跑上来了。对啊。除非要逆斜甩。来，换个位置。哇，它沉下去了。好，这个石块没有上来，我就换台。好，换台。嗯。说换就换。鬼灭之刃，抱枕系列。这甩服，哎，它爪距 OK 呢。如果有力的话，应该可以。哎。哎呦。哎，哎呦，翻出来，非常有力，它勾一下而已。来，泥豆子来了。嗯，然后里面，撒回，再玩一次。对，再玩一次。二手，勾破，哦，有点厉害。勾一下，勾一下，哇哇！你刚刚怎么出的？呵呵，不知道。嘿，二手这样，应该是屁的，应该是很薄，真的很薄，薄到一个这样子勾，刚刚就是这样子勾出来的。胖起来，胖起来，高罗还胖起来，胖起来，安内娜，胖冷哎呀，没了。来哦，四十五度角这一个。抓，不会。这时候是不是要抓这个？抓，补。没有补哎。对啊，没补哎。又来。哎，二手有了。哎。多。爸爸。哎。多。嗯，碎了，我们没有打过，没有打到一个爱心的。哦，放，喂，哎呦，他放哎，对啊，差点出来。嘿，三一出，他是三一吗？哦，不是三一大哥啦。你也想说看到黄色，我就以为是三一没。差那么多。差不多啦。好了，就是这个点了。勾一下，来哦，勾一下，拖，二抽，拖，哎呦，哎呦，屁嘞，他这样子回去的啦，翻一圈啦，阿尼亚，两圈，哇，飞上去了，没关系。我想要打看看爱心，不一定爱心很好打。哎，勾，咚，嘿，很好打吗？好像不好打。又来了，他回来了。又给你一次机会了。哦哟。哇，超薄的，不好。放。
无限轮回啊！这个米豆子怎么这样子啊？对啊，这个爱心给我起来，把爱心夹出来。对啊，夹夹。这个位置。算补吗？有补了，那么一咪咪，哎、欸，哦，这个宝，阿内呢？放，放，有了吧？反而不捏宝就放了，没有，他刚刚那个高度刚好，刚好刚好在上面刚好一排，再打一个爱心的嘛。来吧，爱心，爱心两个，爱心从来没有跨过挡板呢，两颗，爱心，哇，不行啊，爱心，那大哥，大哥。好吧，反正我们还有很多台可以玩，我们就夹了，我们先放里面吧。一二三，我们才打三个啊、哦。对啊。我以为打四个哎。还有。好了，那寻其他的吧。这个看起来好像，看起来很 OK。是什么？拆卸式水洗，智能三合一修剪器。就是可以刮胡子啊，可以剃头发啦、啊，可以剪鼻毛啦、啊。哦、oh. ，来出。哎、欸，还有这样哦。装后面的，来装一个。没装到。来了，抓这一个。装。装。舒服。二手，出这个，嘿啊，吸行夹，啊，又来一次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哎、欸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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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哇，出，哇，刚刚那个吸行夹它对我不行啊。吸行夹不行啊，吸行夹超级防御。吸行夹都是完全哦，终极防御那个，要嘛除非真的运气好倒钩出来，不然真的吸行夹真的会被吸行夹电死。嘿嘿，我勾了一下。吸行夹。唯一的优点是这个啊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丢，超级丢。好，来了，又回来了。来，OK，OK，OK。OK, OK, OK,不用躺，没关系。出，出，是不是完美 ending 了 ？OK。又打了两个非常实用的商品，这个要可以刮胡子，又可以剃头发，又可以剪鼻毛。完美商品，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有在用一支了。好，真今天来到这一场，这一场就是巨无霸不错玩了、啊。巨无霸真的，他如果摆很满的话，会非常好打，因为我们刚好试到他后旁下方，然后他轻的很轻的全包可以外丢，然后后面又打了这两个三合一修剪器，这个非常实用的东西呢。那我们这次抽奖就抽这个送给大家。好，好，这个呢父亲节也还没到，那不然这个真的是还不错哦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就抽奖抽这个智能三合一修剪器。送给大家。好，那这个抽奖办法要再骗我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